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女生必备的神器 Abras 无尺码抗菌无痕内裤，有需要的小仙女请自行在简介点击某宝链接。10月9日，林宝仪在社交平台发文自曝患有幽闭恐惧症，隔离时的每一天都历历在目。林宝仪提到了之前在澳门被隔离的日子，直言当时严重的时候会感到窒息，甚至还有濒死感。隔离期间，林宝仪经常会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在狭小的房间里分享自己的食物以及日常运动等等。他此次也透露，拍摄的隔离视频都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强装着镇定，所以当时并没有网友发现不同。网友看到林宝仪自曝病情，纷纷留言为其加油，有人提议让他直播连线网友，这样大家一起聊聊天会好受一点。还有人建议他不要强行压制情绪，大家明白他的辛苦，可以在精神上陪伴与支持。据悉，林宝仪以歌手身份入行，随后签约 TVB 成为演员，出演过《见证实录》《妙手仁心》等热播剧。她曾凭借《金枝玉孽》获得视帝，主演的《火舞黄沙》《珠光宝气》等剧均获得了超高收视率。56岁的林宝仪至今仍是单身，并没有结婚生育子女。以往也曾坦然承认过有圈外女友，不过大多不了了之，并未修成正果。如今她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视频，前不久还亲自下厨教网友做白灼虾，可以看出厨艺不错，很有生活经验。希望林宝仪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平时多注意保重身体，期待她未来多拍摄一些好作品，在事业上再创佳绩，在生活中早日遇到真命天女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联系删除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